看一下它是怎么出装的啊，它是直接大肉刀贴 CD 鞋，小红莲加上一个霸者，这应该是霸者的出装小件，出水龙吗？没有啊，霸主啊，哎，你看是不是？听我的，他出完这个就是出红莲，红莲出完一手红玛瑙，再加上一个那个布甲，然后变成大肉刀啊，你等一下看是不是这样啊？看没，我说了吧，红玛瑙吧，看没，他又做出了大肉刀的下一件，然后补大肉刀。哦，虽然我不怎么玩典韦，但对于典韦的理解我还是有点东西在的，高手之间惺惺相惜。